我是郑州城市推介官刘庆柱，我推荐郑州，因为这里是天地之宗，松山脚下古建绵延，观星台上星空璀璨，周公最早在这里策影，这里被认为是天津地胆所在，更是中国名称的起源。我是郑州城市推介官严铁成，我推介郑州，因为这里是华夏之源，五千年双槐树遗址缔造古国时代，商代王都遗址是郑州3600年青春永驻的英姿，皇帝故里是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圣境。我是郑州城市推荐官释小龙，我推荐郑州，因为这里是功夫之城，少林古刹，禅宗祖庭，天下功夫出少林。如果你对武术感兴趣，不妨来郑州一探究竟，感受这座城市的武术气息和文化底蕴。大家好，我是邢昭林，很高兴能为我的家乡郑州发声，加入到郑州城市推荐官的行列，我很开心。我推荐郑州，因为这里是千年商都，活力之城，蓬勃向前，满身朝气，经济体量早已超万亿，人才引进，创新创业，青年发展有新天地，航线密织的货运飞机，买卖全球的跨境贸易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日新月异。大家好，我是邓亚萍，很高兴能加入到郑州城市推荐官的行列。郑州的今天一次又一次的让千万郑州人感到骄傲，从米字网高铁到国家中心城市，从进入 GDP 万亿俱乐部到跻身新一线城市之列，从郑东新区的高速发展到航空港区助力郑州腾飞，每天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，一张张崭新的名片在向世界展示着郑州前进的步伐。我是郑州城市推介官叶超，上天有神州，下海有蛟龙，入地有盾构，中铁装备集团总部就位于中原腹地的核心城市郑州，我们在这里实现了盾构机从无到有，从有到优，从优到强的跨越，郑州制造从这里走向世界，正汇聚起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。天地之中，华夏之源，功夫之城，活力商都，我推荐郑州。